向来敬重你，视你为长辈，甚至想和你成为忘年之交。可如此看来，你我之间的渊源远甚于此。家母究竟是不是你所害？也好，若能死于阿英之子剑下，他或许愿在阴界见我一面。既已承认，又何必说得这么动听？你杀害丁儿、孙亮、何成，无非是为了灭口，为了活命。若你不知晓过往，我已愿意与你成为忘年之交，代替阿英看着你一步步成长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逼死我母亲？绝非我愿。我倾慕阿英已久，见她独自抚养你，一年一岁老去，我只想日夜守护她，替她分担人世的劳苦。只是没料想，阿英性情之刚烈，连我都不曾能够了解，以至于走到投江自尽的那一步。你说谎，说谎，满口胡诌。你会明白，情深不敌缘浅，有的人即使朝夕相见，也未必能够相伴左右。或许生死才是唯一的解脱。江公子，动手吧。有些真相或与想象中相去甚远，可只有了结过去，才能真正走上属于自己的路。殿下，若要掩藏真相，你有万般方法，真的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？要得到江少的信任，必得切中要害。只是此件事让我们三个人都能得偿所愿，确实没想到。事实真是匪夷所思啊。我能够理解他。谁？能理解江少，此次这般他定对殿下您心存感激，毕竟是您了结了他毕生的仇怨。那也是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找到证实他身份的证据。奴婢定加紧探查，赵州于定州一寸都不会放过。要是有真凭实据，在他身上也未可知。